接下来，我们的可爱的阿姨们是一组，我们的音乐家们是一组。接下来会有一个小小的游戏。歌曲接龙游戏规则，分贝家族和阿姨团组成两队，两队交替唱歌，所唱歌曲必须含有上一队歌曲的最后一个字，唱错或者唱不出，则对方获胜。若分贝家族获胜，则可以获得十个分贝。那我们开头了。你们唱吗，阿姨？我们让你们先来。咱就给他来个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呗，就这样呗。好，我们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五对，六七，唱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祝贺你全家幸福。你们唱。成是吗？成，成，这还真 battle 起来了哈。红橙黄绿蓝，五彩的 Aurora。好，拉。啦啦啦啦啦啦！我是卖报的小行家，噔噔加加加！一二三四五，我们等得很辛苦。阿姨都已经 freestyle 了，跟你说。掌声鼓励！哎，别扰乱我们！哎呦，就想扰乱。假如我能看得见，就能清楚地分辨白天黑夜。金刚夜晚。静悄悄，敲敲敲，完了，这个有点刁钻。五、四、三，我们都没手术，你们没手术。阿姨胜负欲好厉害啊！敲，完了，夏天敲。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呀，心底呀，心底不能告诉你。不是他，不是一个字，他不是一个。哟，这个很快就耶耶耶耶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不行了，哎，我们赢了啊！你们赢了，掌声鼓励，给阿姨们鞠躬，给阿姨们鞠躬，哎，唱得好，哎，唱得好，唱得好，唱得好，哎，我也没有，谢谢阿姨，我也没有，阿伯哥，阿伯哥，我有了，我没有，谢谢阿姨。